走走走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到了，终于到了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刚刚打电话来的，说真的是吴奇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正版的正版的正版。您确认能住帐篷？我这只有。我们可以住帐篷，但是您确认那个价钱可不可以再低一点？这个不太可能。我刚刚跟您说的是实话，我跟您说的是实话，您村里可以打听一下，而且那么晚了，村里不会有一间房，连一张床都不值100块钱。是是，明白明白。因为是 S 介绍，所以我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友情价，我保证在村里不会有任何人给您这个价。好。380一个帐篷，380一个帐篷。那也就是三个帐篷加起来不到1200块钱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，老板，我不瞒你说，我也给你看啊，我的钱包就剩900多。如果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就把我的剩下的通通转给你。是这样的，村里还是有一点大家规矩，如果我放个特别低的房价给客人的话，被大家知道真的不好。明白明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要不我们大家凑一凑吧，好不好？凑一凑吧，也别让老板为难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再给我200就可以了。我这边有100。我也有100。1140。对，1140元。再按下去就没有了。归零。支付了啊，对的对的，我收到，完成了。好，刚才跟我说您是想要看那个山是吗？是的，对，南迦巴瓦，您对南迦巴瓦，南迦巴瓦，对对对，众山之父嘛，对，众山之父，对对对，非常美的一座雪山，我可以告诉您在哪才能看到它最美的一面，在哪里哪里，而且离这个山最近的地方就是在南峰大本营。这个地方原来是中日登山队他们启程的地方，那就是看南迦巴瓦最棒的地方。从这里过去要多久？其实不远，不远。但是这条路不好走，而且一般人不知道。有人带我们去吗？或者是我可以跟您介绍一个向导，他是当地的一个藏族人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是要付费的吗？这个您跟他谈，对对，我只是跟您说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叫西绕，西绕是吧？西绕，因为他平时不当向导的时候，他在绿松岛上面上班。什么岛？绿松岛。绿松岛。绿松岛。所以到时候您买个船票过去找他就。还要买船票？我什么票都没了，现在。那现在带我们去看一看我们的帐篷，可以。其实你们真的是晚到了，对，我们到的时间也比较晚了。这里好漂亮，我可以保证你们一路拍的照片都可以删掉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南迦巴瓦就在这个方向啊。明天早上如果早上天气好的话，您就能看到。我觉得明天起床看到这两边应该挺美的。是的是的是的，这里你能看到都是桃花，你们住的帐篷在桃花树底下。哇，这个地方就归你们了。您早点休息吧，早点休息吧，但注意安全哦。有什么事跟我联系。好的。你如果觉得怕我们饿的话，送我们一点方便面，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哦，那可以啊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穷游的快乐真的好简单，一碗泡面还能嗨成这样。这有一餐是一餐啊。我觉得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就是一直在上下波动起伏。对，跟那车的路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早点休息吧。好吧，为了明天更重要的日照金山。哎呦，哎呀，双人床哦。没关系，先穿进来。老了老，这炉子倒挺神奇的。是的，一会儿问问他怎么生这个炉子。完了。